吃猪足了，啊，什么呢？漂亮，好看吗？吃猪。
啊，那爪子，我一好小着的。大婶，你受教的呀？啊，你说你看看他们家怎么吃的？看吃竹子了吧？我们特地大鼓励，专门买票人就找你。在里面买了票没有？那肯定不行。他带着吃竹子了是吧？喝竹子是不是？有的事他能控制的，下不来有点危险。哇，你看熊猫是不是津津有味？是不是啊？可爱吗？熊猫可爱，可爱。你说熊猫你好，竹子哪了？你站着站下去。好啊，站好啊。吃竹子呢，是不是？他和你们跟四川的，哎呀，脏啊！四川直接是四外家那种，不是？男的没事就行了，咱们不脸往嘴上放啊？没办法，这边天气也冷啊。那边面积比较大。走吧，看看别的去。在那儿吃竹子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还躺着呢。